我讲吼，伊哦，就少你啦，200块都啊，200块。啊，你都还要食的无？你
交钱，你好像才上去打位，好不好？好、哦，我给来，来十给来，哦，十个给来，哦，十五个两百块嘛，来，来，看看要吃不？来，二十个五百块，还两百块了，好不？来，公仔币五百块，我讲来了哈，二十个得两百块，要来两百块香鸡堡，你要真无？卖香鸡堡，啊，你讲这出来，你有见到这个好用啦，吼、哦，哎，看你到有见到无？啊，不能讲无来玩哦，不能讲无啊，好啊，好吧，我收起来，收起来，收起来，别打过来嘛，我讲来了。来啦，我来啦，来咧，我讲吼，来，冇紧冇紧冇紧，哦，咱讲这物件侪行啦，物件侪行，你啊，起码价钱冇几行以上，我讲来啦，吼来，这白带是啥物真诶，啊，你讲水就好，我起码甲你讲完就上好，水就好，我巴肚空诶就对啊，他没有主动，哦，无巴肚空诶啦吼，你家己自然家真好食，像我刚才讲讲好无，哦，啊，全拢无黏到耳子啊，你听我意思哦，无巴肚空诶，你有来，买只大尾无，就变甲两块尔，啊，我讲真诶啦吼，啊，无都。我巴肚胖咧，比有巴肚胖都较贵。我看咧，第一斤话第五百块，这一餐就四十块啦吼。现在三十四块就食诶，三百几啊个人，我们就一百块就来两块。安尼好无？五块两百，六块两百，七块两百块，就两百块就食吼。你来我们食，咱就吃饱油，再加我四百块。快点上吼！够完。好，鲑鱼汤了。好啦，阿姐，每桌以上的小姐，两百块来嘛，七块两百块一桌。不好意思，我刚才要开错，开到我的腿骨。能买无？无有，我咧讲买啦吼。反正两样都是大真好水的，拢无巴肚的。来这边，八九块，八九块就是三百块，一块三十块。买在三百块，三百块，那是三百块，说错了吧？三百块。三百块，好不好？好啦，来三百，来三百，我讲买啦，来，多少钱？钱无？二四，还五六，还七八，九十个钱，三百块，一块三十块，三百块。有人要爱无？无吼，歹在三百块吼，伊是我咧讲啦吼，这白带是世界歹赚，水里都歹赚。一箱汤百外块，阿公煎咧一箱汤百外块，比咧两头较歹赚。我咧讲啦，这个搞笑，这做些这种东西就好怪。我讲啦，吼，我做些这种东西啦吼，吼，这叫食鲑鱼汤，吼，鲑鱼汤啦吼，我这边边啊啦，我见啦，我只要恁到客家就来个汤就好啦，有客家汤汤就好啦，我见啦吼，那鲑鱼汤在这边都蛮好，吼，一百块，我讲你们吃无？咱就一个得啦，免。大家早安，早上好，欢迎来到吃喝肥肥装呼垂垂的直播现场。今天是礼拜六，我们是在海鲜大叔叫卖场的待停场。今天提早到，但是提早到也已经这么多人了，而且我刚才还没七点半就到的时候，就有一堆那个外地的司机跑来的。七点，他七点出就来等了。好啦，我们废话不多说，赶快进去。然后 FB 的朋友记得先帮我刷单刷 IG， 然后 YouTube 的朋友进来先帮我按赞。如果可以的话，也帮我们把直播分享出去，让更多人知道海鲜大叔的叫卖。OK， 那我们直接进去。他赶快逃到阿公一句话，把你放好鱼去蒸，啊你卖共插手，啊唔免退变外紧。哦，恁知啦吼，你徛咧边仔看就好啊，哦安尼啦，好不好？你徛咧边仔看就使哩啊，啊你放后囡仔带去生就对啊啦，哦你听我啦讲的，好啦，我讲医生学食啦，学煮安尼啦，阮家囡仔我嘛是拢爱甲训练啦，我著徛咧边仔看，叫伊带去去生安尼啊，我讲来这叫食菜头粿啦，好不好？我讲来恁若要食就食紧就好来，好不好？我讲免做一边放咧冰箱冷冻，免做一边要食一块一块甲摕出来生就好啊，哦恁听我讲意思啦吼，啊这一包几块，一包十块，我先讲一下。吼，一包十袋啦，吼，卖讲一袋，互你开偌济，一包互你开五百。伊咧外口咧蒸菜头粿，一袋二五块嘛，吼，吼二五块嘛，二五三十啦，现在啦，吼，反正一包十袋就对啊啦。我敢保证讲啊，吼，恁出去外口买的时间，来咧厝蒸蒸一定蒸好啊。咱讲这伫咧厝一定蒸好啊啦，伊蒸蒸都紧的嘛来。我讲卖讲一包十袋卖偌济，卖三百，吼，开两百，好不好？开百五，你食迄个菜头粿无？我讲就一百块，倒一百块，有来食无？吼，一百块菜头粿，一包十袋，一百块，你要食一百块。你要吃无？菜头粿十袋一百块，人要来无？无哟，菜头粿十袋一百块，帮要送我吼来。我讲来，反正我是跟你讲白的啦吼。伊这下等下我讲重点无？伊这种蒸起准嫩，最好吃啊！人讲真嘞，吼，真正准嫩最好吃啊！来，对啊，哎，你外口尽量蒸到较酥嘞嘛，啊，内底准嫩个啊。啊，蒸起是安尼啦，好啦。啊，你要吃无？十袋一百块，无吼，来，卖搁加讲好无？今仔只要食菜头粿，等于囡仔注意个就好啦，好无？吼，这是十袋啦吼，卖三百，开两百。好不好？开百百，我就一个百号块来倒来，看啥物事的。有人要食菜头粿百号块，反正我是跟你讲，后囡仔食得袂歹啦，吼，百号块有人要来无？菜头粿，有人要食的无？哎、欸，
后礼拜十五、十五、十五会使拜嘛吼，哦，菜头粿会使拜啦吼，真正季节会使拜，我有就一百块来，想要吃百号块，无咩等边啊袂办，我见到人卖拖平安尼好无？哦，你看我真正啦吼，新的物件我嘛喊你卖啦吼，我就一百块旁边来啊，好来没关系，我讲来啦来啦，我来，来你，我讲我来啦来啦吼，乖乖就吃够吃啦，我讲，来，我讲我来啦吼，有想要吃我你讲来啦，真正赚了十块钱，我试下即箱好无？哦，我明天真好，明早来看妈的啦，好无？我即箱我啥物食啦，好无来啦吼？你回去也听我讲一下，你这是煮汤啦、牵鸡啦、炒卵啦、炒面啦、煮麻芋，啊煮麻芋，啊袂好，煮麻芋无，哦煮麻芋无啦吼。我讲看啥物食最好，这叫食蟹黄肉。哦，即摆讲肉就对啊。我讲即久无卖这种物件来，有啥物食就较紧来就好，无蟹黄肉啊。哦，即摆讲肉就对啊啦。我讲哦，要食你卖讲哦，我咧下下来我先甲你讲哦，这看起来是不是？这拢真会两下的啦，这点你放心啦，有上下两层。啊！你啊，看那边小两栋袂害啦，看我食袂偌济，看讲八啦，百三百五绝对走袂起啦。哦，超市哦，你袂食百三百五绝对走袂起来。我你讲来啦吼，今仔有想要食少少啊，用袂倒来，两百五起袂四百开三百，我就借两百块来，够两百块。今仔食无，我就借两百块，也无两百块。那我你讲来啦吼，今仔食四款多，就借两百块，四款多，我想要食两百来倒来。我今仔讲来两百块，就借两百块。天意俊贤，好，今日你早来看，唔好看公司吼，好看唔好看公司，我唔要你啊。我你讲就借四款多，两百块想要食。一百公买，我讲来嘛，不啰嗦啦吼，大个啦，水个啦，我讲好就一两百的，两百块，一百公买啥物食？两百块，哪食无？一百公买就一两百块，来接下来嘛，接下来你讲吼，第一个人他先收钱，佮上个钱啊，安尼好无？好，第一个人啊，后来我讲就一两百来就好啦，啊，佮人你先收着好无？有想要交就一两百块，啥物食？过来，过来，好来，反正收白白上钱啊，过来，我今日来两百来就好来，过来，好。